何修群子关门，所言子者会指一切境对象，随顺折磨他观欲故，所言观者会分别因缘生业相，随顺毗婆舍那观欲故，云何随顺？以此奥义，渐渐修习，不舍不相者离，双现前故。若修止者，住于近处，观作正义，不依气息，不依形色，不依于空，不依于地水火风，乃至不依见闻觉知，一切诸想随念皆除，欲遣除想，以一切法本来无相，念念不生，念念不灭，亦不得随心外念境界，或以心除心，心若持善，既当摄来住于正念，是正念者当知回心无外境界，既不此心，既不此心，亦无之相，念念不可得。若从坐起，气来静止，有所思作，于一切时常念方便，随顺观察，久习纯熟，其心得住，以心住故，渐渐猛力，随顺得入真如三昧，身无烦恼，信心增长，速成不退，唯除疑惑不信毁谤重罪业障我慢懈怠，如是等人所不能入。我们上个星期说明到的这个五行这部分啊，界门跟进门，以及这个界门、忍门、进门，已经说明到了，就前面的师门、界门、忍门、一进门，接下来我们就要说明到这止观的部分。那我们简单再把前面的这部分先简单的再复习一下。我们本论所讲的都是一心澳门三大自信五行，这个我们常常宣传一下，说以后我们看到大圣起信论就知道了，这架构很清楚。一心法界即真如，澳门就是真如门跟生灭门，有体有用。真如门是体，生灭门是它的相跟用，就是说第三个三就是什么体大相大用大，有体有用，显现我们对自信的大体大用。再来就是你要进入这个体大相大用大，回归我们自信，那我们就是要信什么？自信，信真如，信佛，信法，信僧，也就是我们自信三宝。自信三宝总瓜就是真如，真如体。那就再来就是五行，就是师门，就是布施。师门前面说明到了这个布施，其实我们也说明到了四象上的，从六度来讲，从理而入，从四到底到称见六度十度。那从大都慧禅师的顿住要门里面啊，他说布施是什么？就是记舍。那记舍什么叫记舍？就是能一切我们所看的一切现象都是虚幻的，能够放下来，真正做到的。我们讲说佛法子离了，佛法子一切都放下的人，其实就是
我们讲说做到真正做到了这个布施，所以布施真正到了这个从心地法门来讲就是即舍，能够了解一切现象都是虚幻的，包括我们的内根经外境界都是虚幻相，不再执着了。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就是破我执法执，佛法执一破了，我们本具的自信清清楚明明白白，你反照就是这念心境而已，一切的现象包括所有的执法界的现象都以我们这个心境这念空而零零而空，这念心境一缘起变现出来的一个幻象，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楞严经所讲的楞严经讲的是 讲什么，都寻夜发现金刚经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幻，这个我们在世间很难去了解的，这是从诸佛菩萨善知识来告诉我们，我们了解了，现在我们懂得了，我们就慢慢学习从四相上那个四六度到底六度到正境六度，我们就了解了所以说我们了解真正了解这我们这一件心境显现出来的这现象，我们以前都是在被这些种种的现象所困住了，现在我们懂得了我们以前把这假象误以为真，现在了解了，能够见以前是见相着相，现在了解了这道理，我们能够即相离相也不需要离，其实都是假的，像梦中境界一样，你不需要说我不要离，你梦醒了就好了，就是这么样子，了解是真相就好了了解心经所讲的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本来就是这样，法号如是。所以说圆觉永嘉贤觉禅师在正道歌里面讲的心是根，法是尘，两者犹如镜上，就像镜子一样，我们所见的境界就像镜子一样显现出来的现象，镜子现象它不管是照任何东西，它都是如如的，它不会去取向的。我们心了解之后，以后我们就懂得了怎么修行，怎么观照，后面就马上讲到这个观直观的部分。那接下来这知门就是布施了，那再来就是戒门，戒门就是持戒嘛，你讲持戒。那在大智慧禅师在顿入要门里面，他怎么讲的戒门呢？他说一切法无所起，因为是假的嘛，无所起，知道是假，无所起，就是没有对象可以起的，都是影像而已，只是一个影像，不是真的。所以当我们对一切法无所起，当下就是回归我们的本心。攀缘了，当下的回归本性，所以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讲要以戒为师，这个不是所谓的有违法，这个戒是在大乘佛法里面所讲的，我们讲心戒，心戒，我们从自相的有违的自相的这戒律，它提升到我们大乘所讲不本心之后呢，这个心戒回归本性，回归本性。我们叫做这个，你看叫啊，思柔思义，也就是说，这什么叫思柔思义？其实就是讲的清凉。我们讲，我们本性它是清凉安稳，它是清净安静寂灭的。这个其实了解这个，也是在指的部分。直面也就是说它本来是不需要再变，因为它本来是不生的，所以即灭就不需要再变，它本质不生，所以经也不灭，所以这个即灭我们又叫做这个无生
悟了无声之后，明白了，我已经了解了这宇宙万法是真相了。啊，讲说念佛念到花开见佛悟无声，花开就是心开了，心开了，了解了，悟了。啊，悟后就是悟了之后要悟后起修，啊，说起修就是后面人讲的这个专门的部分。啊，能够了解这个。佛法所讲的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就是其实心净是一件事情的，心土是不二的，也就是净土讲色空是不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忍门，忍门就是忍入，知道一切法都是假的，所以无所念。知道是假的，是影像而已。既然是假，是影像，我们就不会受它影响了。那现在会受它影响的习气，在关照，所以这个忍入，不仅只是忍，而且要能够被侮辱的时候，被辱骂的时候啊，我们都不受影响。所以这个忍入。加一个入，忍叫善入。儒家来讲是什么忍？忍耐，对不对？我们常讲说忍耐是一种美德。其实忍美德它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波罗蜜。金刚经讲，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了解是真相了，没一个实体的我存在。我这个我就是空灵灵空的这种觉知性。就是文世尊出生的时候，他说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就是我们这一念空而灵，灵而空的这一念觉知性、灵觉性，我们的佛性。所以说只有那一念佛性是真实的，大家都一样，诸佛菩萨都一样，都是我们那一念空而灵，灵而空的觉知性。所以我们常讲说什么叫佛？是觉者嘛，觉也，佛是觉也，觉就是我们空灵灵空的觉知性，那念才是真实的我。所以说要把我们执着身见我之法执啊，了解事相之后关照，能够怎么放下来。再来就是第三个是忍门，第四个就是净门，净门就是精进嘛。除了这个事项上的精进之外，我们从清净法门来讲，就是离一切，能够在一切法能够离相，即相离相，不要住相，又不被这一切的见相、境界相所影响，这样叫精进，心都永远保持什么？即灭永安，都是清净，因为它本是清净。六祖道在禅经里面讲很清楚，何其自净本自清净。那为什么我们不清净？攀缘嘛，着相，它本来是清净的真心。那就像刚刚墨学所讲的，像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明白白，真心是急躁的。那急躁同时，我们习气是妄心，马上攀缘了。同时，你看依真，我们讲依真起妄，当下就是真，但是很快的习气马上就要转成妄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都是影像，知道《金刚经》所讲的，凡所有相都是虚幻，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只要我们不被境界相所转的。我们这一念清清楚楚实相，当下就实相现前的，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能够警惕自己，这诸相只是一个影像而已，不是只有的，是像影像，而不是说像外道它是用压的，把外面境界缘起的这假象把它压住，不是。它是缘起的，本来就是，反而如是。所以我们了解是真相，自然而然
再进去帐里面，我们就可以以后从关照到最后呢，我们讲能观之至，所观之尽，能所庄王的就入了实相了，一切法都是佛法。所以说到这个时候，你看把前面的师门啊、布施、戒门就是持戒，忍门就是忍辱，布施、持戒、忍辱，这样子不断这样子了解，这样子用功观照啊，来离相，这是精进的，这是讲精进啊。所以说我们讲说从一门而入的时候，从四门而入，从戒门而入，从忍门而入，任何一门而入，入了波罗蜜的时候，那都是转成波罗蜜的啊。所以修六个波罗蜜，其实都是六个，其实都是波罗蜜，也就是回归我们的不生不灭的这一件本性。我们了解了修行，就是回归本性而已啊。不知道为什么要修呢？这个六波罗蜜就是回归本性，所以我们从这个了解的时候，修行就是所有的法门都是一个方便法。所以说我们讲说，我们修行有多门，但是归元无二路，都是回归自性。那从我们这个那么多的这个法门来讲，天地法门是直截了当，直截了当最直接。直指人心，见性生活，啊，观心的这样子，啊，它就不像这样子一步一步一步来，因为我们自性本具的，它本来有的东西，不需要一步一步。那你还没有真正到了这个不了解实相，不悟本性的时候，好，那只有什么不悟本性，就从我们一步一步的这样子慢慢来。所以说我们有那个什么。菩提道次第广论，广论就是逐渐的。但在逐渐的过程之中，我们人就是一般人都很容易在执着在修行的过程的修行下里面，很容易就又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就又执着了，这样，所以说我们变成的着相修行了。那着相修行还是到最后还是要观行能够离相，一样道理。所以天地法门是直截了当。因为这个有些人听经句法门，他不能相应，那只好我们就从次第的而入者都可以。所以说方便有多门，就是因为我们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每个人根基都不同啊，找我们能够最相应的，我们一门而入就可以了，我们就知道了啊。所以在禅经里面，六祖大师告诉我们，若不同门，不跟天地反不能，那个时候我们就合掌并欢喜，每个法门都可以，门门都可以，我想说条条道路都通通嘛，只要真正的正知正见，以三法印，小乘来讲以三法印，诸君无常诸包括，涅槃清净，跟大乘讲的一时相应。能够跟正法相应都可以，门门都可以，让我们从大乘的角度来讲，马明普藏是告诉我们的这一条路是最直接方便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你看最后我们看这个修行这个这子门，这个今天我们讲到这个修行的子门，稍等一下啊。那我们看这个270页的第五行，云何修行子门？修行子观门，所言子门者，谓指一切境界相。随顺折磨他，折磨他观义故，所言观者，为分别因缘生灭相。随顺毗婆舍那
观义故，云何随顺？以此奥义，渐渐修集，不相舍离，双见浅悟。这个就是这一段，就是马明菩萨叫我们要怎么样来止观啊？这个止观这一段不是我们讲一般的止观，这是心地，它都是总纲了。心地法门的整个悟了实相之后的一个总纲啊。底下就讲，才是定中的这个修止，修止观，跟这个我们讲动真动中。在修止观，我们讲静态跟动态，到达到了动静一如。那这个止观是含扯到禅定跟般若。所以这里的禅定，它跟般若，它是以这个止观合在一起来讲的，也就是我们讲的定慧等持啊。达到定慧一体，佛法讲的定就是一定要有慧，慧中一定要有定，不像外道只有定没有慧，否则呢就变成外道了。有定无慧就变成外道，因为古德讲有定无慧是增长无明。那有定无慧是增长无明，那有慧无定是怎样？有慧没有定。一个是有定无慧，一个是有慧无定。有定无慧增长无明，那有慧无定呢？是增长邪见。我们了解哦，都是假的，那心又定不下来，那就是讲的一切都是空，一切都是假，那是增长。我们讲狂慧，自己做不到，所以增长邪见。所以这一讲，云何修群止观门？第一个就是止观门一定要悟。前面讲一心澳门三大，一心就是我们如来藏心，就是真如体。我们如来藏含藏一切万法，如来藏其实就是我们讲中道佛性，就是我们佛性，我们的真如。了解一切法都是真如。本论讲。法界即真如，真如能够随缘变现，有情无情，包括山河大地一切芸芸种种，凡是我们能够讲到的，其实都是我们真如变现出来的，就像梦做梦一样，你梦中的一切境界，梦还没醒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是我们真如，都是我们的梦心。你总是有这个境界，梦一醒的时候，然后原来梦里的种种境界，包括我们所讲的这有情无情也好，一切林林种种，其实都是梦醒，梦醒了就知道，全部都是梦境。所以说了解这个一切都是我们真如体林林种种，我们能够想到的其实都是我们真如变现出来的。那从藏中别人的那个天台中来讲，那别教的真如，那是讲的淡中佛性，淡中真如。原教讲的真如就是什么如来藏，他即万法，没有一法不是真如，法法皆真如。我们常讲的全是即全理即是，全波即水，全水即波。所以这一讲修行止观门，我们就要体会到的一心澳门，一心是真如，也就是我们如来藏。如来藏它既有两门，一个是体来讲，一个是从相藏来讲。体藏来讲就是真如门，相藏来讲就是正面门。其实真如门也好跟正面门也好，其实不是两件事，是一件事情，就像镜子一样，镜子照镜那个照我们见不到，对不对？它显出来这个像就是它那个照，那显现出来的，
所以说照我们看不到镜子的像，就是它那个照性显现出来的，所以中真如门是从体上来讲，就是它空体的，它是恒所自性，不管它变现什么样的境界像，它永远都是恒所自性的，所以把住把位世间相常住，很清楚嘛。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看到这个世间的现象，它不离真如，都是真如体显现出来的幻象，当体就是空性的。所以诸佛菩萨他在我们境界同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里面，他知道是当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心经来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两个层次，一个是从别教的淡中佛性来讲，色不异空，空空不异色；真正到圆满的时候，圆教来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很清楚的能够了解这个道理。啊，缘起法界其实就是灭相，就是如来藏。啊，我们讲的，从这个。我们讲说，真常为心，对不对？真常为心，讲万法为事，真常为心。万法都是我们事所缘事所变，是我们事情变现出来的。那当体就是我们心体，所以我们讲真常为心。所以我们如来藏，就心体，就是我们人讲的。的本性啊，心体它是不生不灭的。为什么一心有二门？就是真如的生灭门啊，所以各色一切法和真如法跟我们讲生灭门，其实真如门跟生灭门其实完全是一样的啊。刚才讲的水即是波，波即是水，因为众生一以染净二缘，从我们真如门。这真如体变现出来的，这一些正面相，这菩萨他破了这根本无明，所以看，他看这一些正面相体都是什么真如体，当体即空，这是我们体性空，当体即空，现象来讲就是假，空有不二，空假不二来讲，我们讲说就是中，所以当体。就是实相境界，一个影像而已，它没有实体的，所以说缘起性空的道理就这样。缘起是影像，对，它不是执有的，不再执着的，它性是空的。我们常讲说，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我都讲说抱境还空。我们不受人家侮辱了，哎，你不受你不再对这个再起一个另外一个心的时候啊，你看那就是报尽了，被骂了。你过去生我们可能是一种因缘，我们辱骂他，现在遇到因缘，哎，被他辱骂了，就是叫做很想说这个消业，随缘消旧业，莫再造新殃。那是真正的佛陀告诉我们，这个其实就是真修行。遇到境界，任何境界，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都回归到本性就好了。不在我们过去的习气里面，将对法里面在那边打转。那这样的话，了解这个体会，这样的话，那生灭就是不生灭。所以我们要知道，生灭跟真不生灭是。一件事情常常圈，常常圈，常常圈，圈到久了，哎，我们自然就清楚了。这是我们讲说，哎呀，一个是什么无漏的智慧，无漏就是我们自性本具的，在生灭法里面，就是我们世间人他，我们世间人就在生灭法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现象来讲，我们
对佛法来讲，就是这个名跟物的差别。名我们就不觉了，那悟你觉了就悟了，了解这道理了，所以我们讲说名物差别跟染性的差别而已。悟了当下就是生灭，就是不生灭；迷了那不生灭其实就变成了生灭了，因为着相了嘛，我们见不到不生灭的这这体，我只有看到这个生灭这个假象而已。所以说刚才讲像镜子一样，都它都在照，没有东西它也是照一个虚空像，对。你放个东西，茶杯在里面，放个茶杯，放在这个麦克风，它就照这个东西，所以它的照镜本来就这样子。但是照了照镜，我们看不到。但是它照出来的像变来变去，是不是生灭就是不生灭一样的道理。我们知道这一切法不可得，是知道是空得不到，那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那当下就是一生灭是成不生灭的。所以有人问那个禅师啊，那什么是不生灭的心？禅师说生灭的就是，他又问了，那什么是生灭的？他说不生灭的就是。那什么，你看法是对这个道法来讲是对治法，在我们禅经里面就是有讲到这法门对治啊，地球三十六对来，你说空来说有，所以有人问天空老法师啊，什么是空？空是什么？它有，就讲对了，对治的当下空有，你看这空有光了，当下就这样，也不住空，不住有，当下就是实相境界了。所以说，他又问了什么是生灭？他说不生灭就是，哎，又有人问了，那如何来用不生灭的心呢？那禅师说，那干嘛要用不生灭的心呢？所以我们只要了解这境界都是空的，得不到，那就即生灭成不生灭，即生灭就成真如门，迷了，那就是生灭门，就见不到真如体了。所以当我们悟的人，生灭就是真如门，是无妄无别的。那迷的时候不见空了，只见到生灭的相了，那我们就被随着被境界转了。所以这一讲人和修行止观门，我们一定要首先了解悟一心二门，常常先上去。那真如门跟真门是一件事情，由于我们真如一念无明生三气，无明业相，那就是把真如体变成阿赖耶了，转成阿赖，一念就是转成阿赖耶了。所以阿赖耶就是有，你看无明业相、人间相、所见相了，变成。他说人间相、所见相，当体，你看，归元就是真如体，我们就清楚了。那我们在三气相，我们又不守这自性，那境界为缘是长六出了，还变现这个十法界。六出相就是，你六出有六出相了，那十法界就显现出来之后，所以当体其实十法界当体也是真如体。所以说悟的人破除了根本无明十法界，当体就是一真法界，我们讲一真法界。全体都是真如，所以本人讲法界即真如。在楞严讲，楞严经来讲是七大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地水火风空根是七大，当体就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我们从这个水
来做比喻，对不对？而从这个虚空性来做比喻，你看，其实你看虚空性，我们见不到，我们就看到虚空，对不对？你不知道它是有水，有水性。那我们用除湿机，对不对？几个小时之后，哎，本来是看不到水，哎，一个小时后那个除湿机那个一桶就满满的水。这个水里面，你看这个水，你不管是倒进哪里，它都没有障碍。啊，你倒进这小容器，圆的或是四方的各种容器都可以装水，水都可以都没有障碍。但是在被装进容器里面，冷冻了变成冰了，而就有障碍。冰，你看，互相的两个，然后就碰撞，就脆掉了，就有障碍了。所以我们比喻啊，我们众生执着的时候，就是执着了，就变成了什么，像冰块一样，啊，执着了。那其实这个执着冰块，它当体就是水，啊，我们从这样比喻了，那水又像这个菩萨，它没有障碍，啊，到哪里都一样，都可以。都可以相容的。那到蒸发的时候变成了这个虚空寂静了，我们称为，我们又从比喻啊，到什么比喻啊，啊，诸佛刹土尽从虚空，那佛的境界就像虚空性一样。我们从这边做比喻啊，就是法身大士啊，就是他回到整个虚空界了，法界了，啊，那全教菩萨，我们讲他不像我们，他能够。它到处都是没有障碍，融到哪里都没有障碍。我们从这边来体会，啊，所以说心佛众生是什么？三无差别，变现出来的种种的容器的冰块，它是水，啊，所以水跟虚空性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就了解了一切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变现出来的，很清楚。并且就讲。众生寻业八界，所以一切法界，一切法界体性来讲，从体性来讲，一空一切空；从我们性体来讲是这样。你讲整个现象当体就一空一切空，整体就是外藏妙真纯性的性体。那现象界来讲，现象界来讲，我讲一假一切假。任何境界，你看现象，啊，像这冰融成人成了一种某一种的相状，对不对？它放久了，它气温的变化了，哎，它被融成水了。所以说，你看《金刚经》讲得很清楚啊，众生即非众生，自名众生，有没有？那现在这众生因缘和生，因缘和而生的这假体，它当体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那就很清楚了。从这边贯穿的时候，你对佛法就越来越清楚，因为它总体是讲我们的一心，啊，迭代一心的现象，啊，就很清楚了。对佛法所讲一切道理，我们不会再着在这个文字相里面，啊，因为你就了解了嘛。像做梦的境界里面，在梦中境界你去研究这个。梦中境界的种种事情，梦还没醒都是这样子。你研究这些，研究那些，都是梦中事。梦一醒了，原来我研究的都是我自己的一心而已。你从这边可以解悟嘛？我们讲悟有性悟，啊，到解悟，就从浅悟到真解悟，很清楚。到真解悟的时候，我们后面再起观行的时候，到时候。能观之智，所观之定，定智庄严了，就恢复到本来了。啊，所以从假相讲，一假一切假，空假不二，就一中就一切中。啊，这个道理，我们就要常常这样子体会。啊，那我们看了这一讲，其实
你看这里讲的这个秋瑾止观门，一定先要悟前面所讲一心泡门这一件，前置即理，前理即事，前水即波，前波即水。悟到这一点的时候，前面所讲的我们就非常清楚啦。所以大乘的教理，其实大乘的佛法重在什么？止观，重在止观。所以这一讲，云何修行止观门？那底下说，所言止者，谓止一切境界相，随顺则摩他，观亦故。我们凡夫攀缘外面境界被境界转了，本来是我们自信的取大降大用大，但是我们不悟本心，我们不守自信，攀缘外面境界，所以所证，所以这一讲所谓证证者，一切境界相，谓止一切境界相，止就是使我们的攀缘心呢。使我们的分别执着妄想都止住这个。你看那个佛陀开悟的时候，在菩提树下说那句，讲那句子：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缘，如来智慧则相止。因为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说我们把这止，把攀缘心把止住了。我们学习对一切境界不染，不染万境，如如不动。金刚经告诉我们，如如不动。禅家讲的，我若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在一切境界下，能够随顺奢摩他亦故。奢摩他就是定中的一种，也叫做止啊，奢摩他。它是什么？心安住在某一个地方啊，但是它必须要跟着观并运，止观要并运啊，我们称为止观。止观，而只能够能除掉妄，那观能够什么？能够正真如。观，止，其实就是讲的禅定啊。观，就是讲的智慧。当你有智慧的时候，就没有烦恼了嘛，就不会攀缘外面境界了。所以说，止观其实就是，也是讲的定慧本持啊，一样道理。就菩萨是在定慧语里面讲很清楚，其实讲的也是一样啊，从角度上，不同的角度上来讲，所以其实都是讲的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讲说，这里讲说随顺，所以随顺什么他，也就是定慧等值了，我们就知道了哦，原来是那个法相名词不一样，讲的内涵是一样的。在这里讲随顺什么他，观亦故啊，我们可以解释为，这色摩他们解释为空观，所以在《圆觉经》里面讲的是什么？三种要义，圆觉恢复到圆觉自性，有什么？三种，一个是种色摩他，一个是三摩婆提，跟禅那，这三门都可以入了，门门都可以入。在辩音菩萨的这章里面，他就讲到从三门里面怎么样配搭配，讲到这个二十五种这个观起，二十五门，好啊，我们在《圆觉经》里面我们就说明过了。好，其实修行就是简单讲，为什么他就是修空观啊？再讲。止一切境界相，随顺奢摩他，观亦故。观亦，其实就是知道一切境界当体就是空性，性体是空性，修空观。
是我们常讲的一切境界唯心所现，其实一切境界当下就是我们这念心，跟一切境界当体就是心而已，不是唯心所现。我们说明过了，唯心所现是一个方便不了义的，当体就是心，这是了义的。所以我们要依了义，不要依不了义。所以我们讲是依法里面有什么，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事，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一切境界当体就是我们这件心情，它是讲的最了义最圆满的。所以说其实讲到这个唯心所见跟呢，其实观法是不一样的，这两种观法不一样的。唯心所见这里一心三观观境三谛，当体就是空觉心体，体性就是空觉的，我现出来的就是我们讲的八支田中的这个业之相。所以我们业之相，你看八支田中业之相，看到声闻缘觉，就是他把染分净除了，那还有存在净分，把净分当成了这个，我们讲是那个观世音菩萨在好不言中章后面讲生灭灭以及灭现前，那个有现前之量，六祖大师中有那个心如虚空，无虚空之量，在楞严经讲生灭灭以及灭现前也没有现前之量，之后再继续修行的固然超越四诸世间十方圆明，上合十方诸佛同一体觉性，下合就到众生同一悲扬那就是我们。所以修行到最后任何境界我们都懂得放下来，不要在我们修行过程之中去着了我们过程的这个修行过程的这一种的显现出来的幻象里面，你执着了，那就变成楞严经讲清楚，执着这个相。其实这个任何境界过程的变化，都是殊胜境界。你只要不执着就好了，懂得放下就好了。你看我们这样讲，我们在定中，自禅八定里面就讲很清楚了。禅定里面就有四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乃至我们讲的这个四空天，他们都在定里面那突禅就是离身起乐当你离身起乐的时候，内心离了这一种生灭相的时候，心止住，慢慢止住了，心就感觉到清安了，那去执着那一种的境界那永远都在突禅里面。所以你精进用功，对，不住在这个那个境界相里面，好，它就变成提升到了这个奥禅，离真定真体了，从离真体又提升到定真体了。你再不住了，那个一个比一个那个内心的那种法性更殊胜。到了三禅的时候，我们讲说清，我们讲舍念清，那个初禅是离真体的奥禅定这样，舍念清净到。那个离喜妙乐，到四禅的时候就转念清净，到三禅的时候就离喜妙乐了。你看喜离喜的时候，你看妙就跑出来了，他就一个一个提升了，不断提升，就是要我们在修行过程之中不能住我们修行相。所以说我们导师啊，我们简老师我们讲只问根源不问收获，其实是什么，我们了解这个的好好用功，这样就好了，它不断提升不断提升，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提升的感觉，它烦恼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这样子了。提升只有在境界的遇到境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不被境界转了，我们就解脱了，它本来是解脱的，不需要再加上解脱的，没事就好了。
所以在大般涅槃经里面呢、哦，那因为最近那个我们讲了大般涅槃经，那文导师在讲到了，他说世间的涅槃啊，哇，他讲得非常细啊，我看到从来没有看到，就看大般涅槃经有了，他讲了很多了，啊，怎么叫涅槃？就是我们做我们生病肚子痛啊，肚子痛啊，对不对？他痛了你吃药了，啊，好了啊，好像这个也是一种涅槃了、啊。为世界的涅槃，一点点的那种，因为马上就会那感受到那种的清安没事的那种的，啊，种种现象被东西缠不住了，啊，烦恼来了一放下，哎，就好了，就这样。那就是属于我们世间的涅槃的一种，它比喻非常详细的，还有出世间的涅槃。那出现大般涅槃的时候，真正到大般涅槃的时候，前提法就是维持一心，心不会再变异了。那是大波涅槃了，所以我们了解了世间这样子，我们不要满足，包括我们的禅定境界，我们也不要是以少为主，真正到了就心法悟了直相，慢慢这样子好好用功，逐步去向啊，回归我们自信，啊，这个很重要的，所以这一讲到这个。我们从这个止观来讲，啊，了解这一切法，它当体体现都是空寂的，体现是空寂的，所现出来就是一个缘起法，啊，包括我们讲说这个种种的桌子啦也好啦，佛像也好，种种其实都是各种因缘条件所显现出来的，所以说，啊，当缘起因缘条件散了，它就不存在了。一样的道理，我们所有的现象都是一样，包括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地水火风都假是制造的假而显现出来的。我们今天能够健康，还是地水火风的调和了。你只要，你看感冒是一样啊，哎，太冷了，哎，也不调和了，那我们就感冒了，发烧了，这样，制造不调了，就生病了。所以任何东西都是有现象，中现象界都是各种因缘条件啊，这个所记的这个现象啊，所以说它因缘散了，它就不存在了。所以一切境界都是因缘有，自性空啊。所以说一心占地，我们可以观一境，一心观一境占地。境界一个是地是从心从一个人一个所来讲啊，就如同我们境界的所现出的这个相啊，也叫这观法，那就是这样子。那言教是告诉我们一切种种，一切林林种种，包括我们正报身心异报世界，包括我们的见闻嗅尝觉知，包括了五蕴烧入十八界，这一切境界通通都是真如体，都是心，全部都是心啊。所以原教讲的最圆满，也就是那原经讲七大天如来藏妙真如性啊。你看当下就是实相现前的，所以实相当下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啊，这样我们叫做圆妙三观。圆妙三观，圆妙，它没有能观所观的，它都是我们心体的，没有所谓的能观所观的，包括五蕴啊，外六尘境界都是一心三观，都是啊，所以圆教想讲的没有能所的，没有能观所观的。所以这是所谓的圆观，这是比别教所讲的一心三观观一境三谛这个境界就是又提升了。所以这一讲止观指一切境界相随顺折磨他意，一个是体会到万法即是心所现，是我们的心啊，从不了义来讲是我们心所现。了义来讲，当下万法就是心，那就是我们随顺遮摩他
法就是方便的观法，先顺受摩那子，先的空观空或者空意，先观察事相，是我们今所见的随顺受摩他，随顺空意。那另外一种就是圆教所讲的圆妙三观啊，悟了一切法当体就是心啊，那当下就在事中见你，它降应到了这个经典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色空是一件事情的，一切都是空，当下降应到了，降到了，而且自己能够感受到。慢慢慢慢从这样观，自己会越来越从，哎，有时候好像就是这样，但是那个观的功夫越到最后呢，慢慢慢慢就降临到了这个境界了，啊，知道眼前境界，啊，原来现象是虚幻相，一假一切假，在空观里面它含了这种，虽然是空观。但是它不像外道所讲的啊，全部是什么凡空啊空，不是，它当体含有这个中跟假在里面，虽然空观它含舍了这假跟中里面，说明怎么这样子来观，那这个境界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是对我内心的烦恼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到最后烦恼黏不住了，心就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啊，越来越清净，对于境界所有现象都越来越看得开了。简单讲说，越来越看得开，任何事情到这边，我们不受境界的影响了，自然就是越来就越自在了。所以心经讲。是诸法空相，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能够这样子相应到这个境界，感受到这样的境界，为什么呢？只是说法好如是，法性如是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从文字上，其实文字上也是方便说的，其实它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从文字起观照，到最后能够离了文字相了，就原来相应到了这个境界，就这样。所以这一讲，所言执者，谓指一切境界相，啊，随顺奢摩他，啊，这个有两层，一个是体悟到法界就是我们这念心，啊，就是法界就是觉性了，啊。变现出来的这个现象，等于是这样子，能够虽然变现这样子，但是这个心体，我们心体本来是空的，它为什么它保住是？虽然变现这样，变现整个相，它不离真如，为什么？保住是法性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有这五蕴烧入十八界之法，这它是，它也是性体，啊，随那么我们讲说，它会随着我们的缘变现这些现象出来。你看，觉知性是空的，能够随缘变现这个幻象，啊，所以那变现出来像，其实它当体是也是体现是空，所以我们称为真。空妙有，其实真空妙有就实相啊，简单讲就实相啊。所以说了解这个道理啦，啊，原来就是实相，佛法所讲中道，言中道不存，当下就是中观，中道就是真空妙有了，啊，其实眼前境界就是真空妙有。所以第一个要先体会到心所见不了义者，好，对这别教所讲的一心三观，对一境三地，先用四相在随顺受摩他，功欲
这个就是一个自己的方法啊，从故人本君的自己方方法，这是比较深的啦。这个最起码对实相道理、物理性的道理都很清楚，我们才能够用这样子啊来关心啊。这是我们心所变现的现象，其实当下都是空的。所以第一层要了解这道理，万法就是你心所变现出来的，缘起成万理万象的。那第二层就是当下，你要知道当下不离一心，当下就两层嘛，一层就是心间所色即色即之色非空，空为色，就一层。第二个就是色即之空，空即之色。当下五蕴昭著之八界，当下就是一心。一个是自定的，一个是圆教，这最讲最圆满的。太极的这道，它能够圆除五住烦恼。圆教讲圆除五住烦恼，所以这个两个观法，从功夫可以用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它虽然两个好像很接近，其实它是差别非常大的。一个是不易的方便的，一个是不了易的，一个是了易的，一个是方便。一个是钱多了方便，钱一个是实，钱实，一个方便而已。其实它当下就是我们一心境界，所以所谓执者，谓指一切境界相，随顺受摩他意故，受摩他就是属于空观了，属于空观。那看事相，其当下就是影像。所以说我们有了前面的两层的这观法啊的方便啊，其实就讲的有定啊跟慧的啊，佛法是讲定慧等值达到定慧一体。那底下我们再看这个270页的第六行，第二个字。所言观者，会分别因缘之面相，随顺摄摩他，随顺毗婆舍那，观欲故，云何随顺？彼此二意，渐渐修行，不宜舍离，双现浅故。这也有这个两个层次。就是体会到了万法是心所见的这个层次啊，缘生缘灭无自性啊，缘起性空无自性，境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无自性。你看这现象，看了这现象都清清楚啊，他没有自性的啊，知道他是影像而已，不被这影像懒了啊，能够随顺摄摩他啊，和随顺毗婆舍那啊，那是毗婆舍那简单讲是假观嘛，摄摩他是讲到空观啊，所以说从我们天台中的空假中这三观啊，那是我们佛教的所讲先修空观后修假观。在修这个中观啊，所以这个毗婆舍那是属于假观，知道缘起无自性，是心所显现出来的无自性缘起，因为我们内心有这业识种子，所以你看外面境界种种的现象，虽然我们看了有。美丑好坏种种是非善恶，就是我们的业识种子所变现出来的。它当体就是假，缘起的假象形象。你看我们讲说，任何东西的是非好坏，每一个人感受不一样。你看我们这样子讲，太阳啊，它遍照大地。它没有好坏，它中性的。但是
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拿的是这雨伞呢，没有下雨，拿着雨伞是遮什么？遮太阳，对不对？到冬天的时候呢，你又跑到看到有阳光的时候，跑到去晒太阳，对不对？雨它都是很新的，你那时候的需要，不执着的，那当然我们这身体需要啦。你冬天就晒太阳，很自然的现象。冬天啊，它夏天的，所以说它本来是中性的，那你只要不执着就好了。不要自重就好了，那就自在了。所以说，它本来是没有所谓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的，我们把它立了，因为它本来是假的。所以体会到万法都是心，心所缘，心智所变。所以这种观法，就是我们悟了之后，法界就是心，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一切。就这样，不可得，一切都是为什么不可得？都是心嘛。所以说我们常讲说，自心分别自心相。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因为自己的心，你就又分别自心相，当下就直相，你自己是直下慧体，直下承担啊，那就是变成把境界相当做假相，当做持有的啊，那就在这边被他困住了。这样子啊，也它当体也是真如体了，全体都是真如了，影像是一个缘起的幻象而已。所以真如当体是空的啊，所以当体即空啊，但是它随着我们的三七六出的各种因缘变现出来的山河大地种种林林种种，包括我们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当体也是假的啊，缘起的假象。所以说菩萨运用这个假，他能够入人法界，随顺我们众生的分别要分别。所以菩萨是以真如法变现八智五行心所入人法界，他可以入什么？入畜生法界，也可以入天上法界，那他自在啊。所以我们了解这道理，原来我们这件心它是本就那么自在了，所以菩萨能够随缘入世啊，要知道这些境界当下就是不空如来藏，体性是空如来藏啊，一缘起变现出来的不空如来藏啊，所以一假一切假啊，所以缘觉经我们也说明过了，像第二位普贤菩萨讲的是什么？他叫我们知幻即离，不做方便，对不对？离幻即觉，也无见智。其实那个就是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就是法身大智了。那这跟空性相应的嘛，所以知幻即离嘛。那我们可以从这样的自己的观，知幻即离，我们可以做方便；离幻即觉，我们也可以一见智的这样的修法，达到最后呢。正空性的，那就自幻即离，不做方便；离幻即觉，也无见智了。所以这一讲，所言观者会分别因缘生灭相，啊，随顺毗婆舍那啊观义故，啊，有这两个层次，啊，一个是体会到境界是心所现的，啊，像别教所讲的有次第的。是希望不实的，一个是说当体，从原教来讲，当体即心啊，所现的就是假象啊，像梦中境界一样，梦醒了、啊、知道不可得啊。所以永嘉贤觉禅师在《正道课》里面讲，梦里明明有六气，劫后空空无大千，对，六气你看，气里面对不对？气象，气里面在走，对不对？一个走，再一个起呀、啊，有没有？你自己走了，自己去的方向，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呀、啊，去起那个方向。就是我们的习气的时候，你当我们习气在哪个地方的时候，以后临命中与那个念，那个念，就是我们来生的，我们讲来生的那个哪一个
力比较强，就先牵引，对，先牵引到我们到来生就到来，到我们最后那个力比较强的到那个地方去投来受报了。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常常这样的熏到最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个念头啊，原来是决定我们自己的意思，决定我们这一切现象。所以说这个就气嘛，这六气啊，梦里明明有六气。那个气会气上天，哎，它是假象，对，也可以去畜生地狱鬼啊。那个气，我们造什么业，它就依什么样现象所变现出来的。所以就六气就是我们心智变现出来的，不，其实也是不，它也是我们习气而已，不是真的。怎么样？劫后空空无大千啊！所以这随顺毗婆舍那观欲故，这有。以上这个两个层次，那底下说了，云何随顺？于此奥义渐渐修习，不相舍离，双现前故。先用这个三观，观于见三谛，先从四相上观空，然后啊，从空回归到我们眼前的一切境界是延伸，啊，缘起，就是延伸法，缘起之法，这个生灭这个现象的一切生灭的假象而已，啊，先从这样子，啊，从有而入空，啊，这是别教观法，啊，然后从空出假，啊，修假观，然后从假。慢慢的同时，空假现前呢，啊，就是众观现前啊，所以这一讲，云何随顺？以此奥义渐渐修习，啊，那就是众观了，到众观了。空中有假，啊，不是完空，空中有假，假中有空观。慢慢依这个次第的观，啊，这个方法体会到一切法，就是你看当下就是圆融，啊，就是圆融的，三个是圆融的，空假中是圆融的，而实相是当下的即空即假即中，现象当下是假，它现象当下不离子不离空。空假不傲，那就是当下就是这种圆融。所以前面讲随顺生摩他，跟这一讲的毗婆舍那，那就是啊，这一讲的是以此奥义，这讲以此奥义渐渐修行，啊，不相舍离，啊，能够双现前故，这就讲清楚了。啊，前面讲的这个。什么他跟毗婆舍那这样子，所以我们了解这万法就是一心，其实当下就是觉性，那是言教道理，当下就是一念具足两重三千，理具四照，啊，理具三千，四照三千，啊，理就是我们讲，我们了解，原来就是体性真如体。不断了解整个现象，不离当体，不离真如体，啊，继续这样用功感受到了，没错，原来全体就是我们如来藏，啊，感受到了《心经》所讲的没有错，是诸法空相，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我们越来越能够感受到，没错，就是这样，是叫经过。我们长久啊这样子依前面所讲的了解法界即真如啊，了解澳门啊真如门跟生灭门，了解了当下就体大降大用大啊，再来我们信真如信佛信法信僧，加上我们这个五行的前面所讲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能够达到后面的我们的心能够定下来，能够达到
能够了解实相之后，我们跟能够在大乘的佛法里面所讲的就是止观呢，能够感受到从这样止观感受到实相，诸法是空相，诸法是假相，同时感受到诸法的中相，空中妙有，有就是妙有。那底下说叫我们是定中的止的方法，那又比那越来越来是越深，就是又比两个我们讲说，因为它是后面讲了无所依止了，没有依靠了，没有依止了，当下叫你去体会到心体就是本极，本来是止嘛，体真止，心体就是空嘛，知道是空，是放下就好了，就是既极能够制造为观，就是比前面的那个观法又更提升了，功夫又更提升了，这是真正的能够随顺法性，能够止观，所以这个止观门就把这个般若跟禅定化为这个止观了。所以越来越来越观，从次第的你看原教现在中所讲的有藏中别的观法，对不对？你看藏教它是用虚空观，那通教就是知道当体即空，体空观它是体空观，别教就是半中佛性，在离两边，所以随缘止，你看体真止离两边分别止，你看方便随缘止这个离两边分别止，那就是一个次第的方法，所以就这个体一定要了解它是空性的，体真止都是空的，当下是空的。我们看这个底下这个论文，马莲菩萨告诉我们这个肉修职责这个阶段，我们看270页的一二三四第八行啊，我们看第八行那个论文，肉修职责住于近处，观作正义，不依气息，不依形色，不依于观，不依于空，不依地水火风，乃至不依见闻觉知，一切诸想随念皆除，一遣除想，一切法本来无相，念念不生，念念不灭，随不亦不得随心外念境界，以后。后以心除心，心若持散，即当摄来住于正念，是正念者，当知唯心无外境界，既不此心，亦无之相，念念不可得，若从作起气来静止，有所思作，一切时常念方便，随顺观察，久其纯熟，其心得住，以心住故渐渐猛力，随顺得住，真如三昧，身无烦恼，信心增长，速成不退，唯除疑惑、不信、毁谤、重罪业障、我慢、懈怠，如是等人所不能入。这个修止观，这是修止观，我们要了解，原来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内根身、外气界、宇宙万法，那体就是真如，真如是无形无相，虽然无形无相言说不可及，知道。如同这个慧可大师所讲的比心体了不可得，
换句话说，我们真如体啊，也不可得。但他变现了眼前的这个境界，所以我们的夜视寻夜发现，然后会有生灭的这个假象啊，为他的这个相跟旧而已。所以真如门跟生灭门，各个一切法，两个都是一心，其实都是不离一心。我们一定要体悟到这个，到这里啊，万法唯是我们真如体啊，体相降大用大。所以，当我们修止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前世地理，也就是我们讲的前水地波，水波不忘。前世其实就在我们这件眼前这些境界的这个事项，当下就是离体，当下离体就是讲真如了，当下就是真如。对，前世就前相一性，前世地理，它是自理不二的。我们先境界其实当下就是了解体，当下就是空体的。而我们这样子了解这道理之后，我们来修止的时候，修空观，你看止中有观，空中也有不空的假象，这是大乘这个佛法的这观法啊，是观，是这样子。我们这样就不会只有定而没有观慧。所以这个止观它是定慧等值的，因为了解这宇宙万法，一切都是现象，是个假象，体都是通通都是真如，通通都是离体，能够寻夜是我们众生寻夜发现，接着我们夜视变现这种种的现象，它不离这的境界。我们常讲说。我们经常是常讲的两个现象，一个是本体界，一个是现象界。现象界不离本体界。那你看我们的生命的整个现象的相状，像我们现在所看的种种的现象，林林种种，有这个色相，这种种相状，在我们人类的业识来看就是这样子。我们误以为真，那从鬼道众生。乃至到我们天上的仙人所看的境界就不一样了。我们所看的这个宇宙，我们讲这个宇宙，对不对？我们太空船，对不对？飞啊，对啊，现在太空，现在我们科技非常发达，你看太空船飞啊，到可以看到那个月球怎么样？我们看到，但是怎么飞，看不到什么，须弥山。呵呵看不到巨鼻山，对不对？这怎么飞？因为夜视不一样嘛，看不到江水海。因为科技那么发达，没有讲到哦，这个江水海，那个是巨鼻山没有嘛，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夜视不同，夜不同。我们正看到了这个水，对不对？那天人看这琉璃啊，对不对？夜视不同，畜生一下就看到大中国环境了。轨道众生是看到蒙界啊，地中是在蒙火，水变成火了。诸佛如来就看的是什么？是真如。所以在《金刚经》讲里面就讲很清楚：如来你有做，提不提问呢？如来你有做缘佛，有天缘佛，有八缘佛，有慧缘佛，有观缘佛，有佛缘佛，有。那好，那。佛，你看了这个，你看了这个是那个沙是什么？我看了，他随众生分别分别，那个我看的是沙，对不对？他不会说看的是真如啊，就是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不带有这个智慧。他到人间来，他是随顺人间；到天上就随顺天上，这是大自在啊。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不要被自己了解的阶级不好就被他困住了。我们就懂得这样
慢慢把我们都调试自己，本来不自在的，处处不自在的，慢慢学习啊，到处都可以像水一样，到处可以融，都没有问题，啊，不受染，现象界就是本体界，本体界是现象界是，啊，无二无别的，是一件自情的，啊，它体通通是清净无相的，啊，回到没修空观的时候，中间有假，啊，修止中间有观，所以止观能够止观并运。所以当我们修假观的时候，我们知道全是距离，啊，你看全是距离，所以说这假中有空，修观的时候，观是空中，中里面有空，啊，那这样子我们就称为叫做什么？止观酸运。达到这圆满的时候，圆融的时候，最后就是入了中观了。我们了解这道理，就是底下就是分开来了，就是分开讲的这个埋怨菩萨，叫他用分开单修止，只有两个层次，修止一个是静中的修止，一个是动中的修止。对，那个现在中所讲三指三观，啊，体是体真指，体是空性的嘛，是什么方向呢？啊，所以指这个离体，啊，观指体真指，啊，法性本来就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法性本来是清净即灭相。那本论讲说，止观其实就是禅定跟般若合在一起的，啊，所以这底下说，若修止者，住于静处，观作正义。也就是，假如我们要修止观，修止先从的静态中修止，你看这种，若修止住于静处，观作正义，就如同我们。要戒烟的时候啊，你要离开人群一样道理，叫人叫，先你要离开像抽烟这个环境人群。同样的，我们当真的要戒毒的时候，你看他都是要先热戒，对不对？关在一个地方，先让他远离这个环境，等到这个戒毒成功了。啊，就没有障碍了。这个就是叫我们这个，叫我们讲若修止者，啊，要先在这个静中，住于静处，先在静中环境把心安住了，啊，对，若修止者，住于静处，这个静处就是有具备五个缘，也就是，啊，我们称为这个静处，一个是阿兰若处，就是闲。居在很安静的地方，啊，在很嘈杂这个环境里面，很困扰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不容易得定，啊。啊，第二个就是有持戒清净，在我们修止的时候，啊，一定不要食肉肉食，我们要素食，啊，肉食啊，心不能比较不能安定。乃至能够做到过午不食，吃的多的时候心就容易昏沉了，啊，因为有时候吃饱了之后就想睡觉，对不对？吃饱了，啊，看电视就想睡觉，心吃太饱了之后容易昏沉，心静不下来，啊，所以第二个要持戒清净，就像这个《圆觉经》里面所讲的，在静态中，对，修行的时候要短期要80天，中期100天，长期120天。刚开始的时候要先拜忏，对，忏悔过去的业障，祈求三宝加持，啊，过了2、3周之后才是真正的开始这个的修法。前面我们说明过了。
在圆觉经啊，他有教我们这个方法，短的时候80天，那楞严经也有，建立禅堂，那这一种的方法，就让我们心先静下来啊，所以要修止，当然要能够持戒清净了。那第三个就是要有说，在生活上这顾虑，有这顾虑，所谓的这个我们讲衣食啊，具足啊，衣服啦、啊、要保暖，像冬天的时候，冷的就没有办法观修了啊。所以说，衣服、那饮食各方面要具足。第四个是柔善之事，要有修止观经验的个善之事，否则我们修止的过程之中会出现一些现象呢，会产生啊。那对于这个有经验的人，他能够帮助我们点破啊。你看以前呢、啊，我们找这些老师常，他比我们这妙境长老，妙境长老他很难得，他是在那个美国啊，妙境长老他圆寂啊。他回到台湾的时候，在哪里圆寂？你知道吗？在苗栗那个法源寺啊，在苗栗法源寺在山上，我也有去过了。因为那时候我常姐打电话给我说啊，那个要见长老，啊，他圆寂了，在那个苗栗的法源寺。我去过了，记得他那时候在那边念佛，啊，所以说，那以前我们那个。简老师对妙俊长老，跟妙俊长老，跟他到我们回到台湾说，那个我们导师带他去那个花莲那边去，那什么，太鲁阁那边了，好，走一走。啊，妙俊长老他转座的时候，他觉得呢，啊，你看，有时候人家问他，哦，坐了这样子，好像哪一个地方很热。对，妙俊长觉得叫他观想这个地方，你看这那个地方很热，他叫他观想像冰块一样，万宝为心嘛，对不对？心一观，那就放下来了，啊，自然就，啊，就那个就清凉下来了，啊，因为妙俊长他静坐的功夫很好，啊，所以说，哎，我们叫静坐要有。那个像过程之中，对有者有经验的人能够帮助我们啊突破。那第五个就是什么啊？那个习诸这个缘物，不要有很多的杂事啊，或者有很多的这个人啊来拜访啦，哦。所以这个静住需要这个合乎这五个条件。第一个就是。闲居静处，第二个是直接清净的地方，第三个就是衣食要具足，啊，那第四个就是要有善知识啊指导，第五个就是习诸严厉，啊，那再讲端坐正义，端坐就是，你看我们讲说这清净身啊，我们讲说这个调身啊，端坐嘛身。先调整一下，啊，那个正义就是调心，一个是调正，一个是调心。像我们静坐的时候还做个操了，对不对？拉拉筋了，调身了，对不对？啊，调心就了解自己。外面境界很多家庭都是杂事，我们不要去想，只懂得放下。所以说，这个在止观这个部分。智者大师在《止观法要》里面呢、啊，它里面都讲很详细，我们可以参考啊去看那个智者大师做那个《止观法要》，他叫我们要怎么样来调身啊。我们也有啊，前面也有嘛哈、啊，前面我们也有这个止观静坐的这个法要，对啊，可以这样子调身、调饮食、调心这样子。对我们修止观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说可以讲端坐就是像七支坐法了，啊，结跏趺坐了，啊，
正义就是调心，让我们心能够安住下来，啊，能够止息自己的这个妄心。所以说，我们休止一下，怎么不容易马上静下来？那经常告诉我们，先以三七日的时间，能够忏悔自己的业障，求三宝的加持，这样一数息也好，或是念佛也好，心就容易安住下来了。你看，我们讲说，当我们烦恼来了，一关，他就就放下来，说这里就可以先依这个，那止观里面所讲的修属随止观啊，还境这个这里讲的啊，那最后怎样还？最后怎样还境这个阶段啊，这叫做体真止啊，也就是悟了五蕴本空，六尘非有这个止。止观一定要有这般若跟禅定合在一起，所以这个过程之中，它的一个善巧方便，我们可以参考这个智者大师所做的六妙门啊。那这里讲住于静处端坐正立，这是调心，先把心沉淀下来啊，也就是先数息损，数息一样。我们数息是数呼，不要数息，数息容易伤害到身体。你看我们讲呼，好，你看我们讲说深，深就是我们讲息，这两个息就深嘛，深，深到这要转换到呼的时候啊，你看深到住，住跟意跟灭，一个是呼，一个是息，一个呼，在过程之中它有一个息。很短，那个息，那个息就是它不动的，那清清楚楚明白，那个息非常短的，因为那个动，我们现在讲这个动，呼，你看息到最后住，你看又深嘛，到住，当要换要呼的时候啊，当要呼的时候，那中间有很短的那个是息，息就是我们的性啊，我们佛性的性。所以说这个动作里面，这动作里面是生灭的，但是一个不生灭的，它就是我们的佛性。从这样子你可以观我们的，一个是你看，一个是动静这一件事情的，它是因为它习里面它就是我们的佛性的性体，它是清清楚楚明白白。那呼吸那个就是有一种动向啊，深入转换到意，到本身面，对不对？啊，我们讲熟悉就是这样，能够顺到这个时候，那放下来，能够这样慢慢这样子观端坐，我们就看着它看久了，能够融进去了。啊，所以那别教讲的就是我们心体本质清净，空体啊本来就是极静，它极照的，啊，那就是极照就是观。依悟后来修啊，就是体真直修空观啊，依这样来修，那你要说不依气息，不依形色，你看这不依气息啊，啊，观者呼吸就是气息啊，啊，那依气息的方法有很多种，像主席啊，包括所讲的这个也有观这个息。观呼不要观息，有的是手丹田，对不对？然后把身体的气吐出来，啊，这观呼吸的方法，很多方法都有些这个法师教静坐的方法有很多种，啊，这其实都是属于止观，把心能够安住。我们讲，先把心自心移处的这个方法，啊，念佛也是自心移处的方法，啊，所以。这是依气息，啊，那这讲不依形色，那是观。我们讲说像形色，就我们讲白骨观，哎，啊，观身不净，啊，其
其实都是属于这一种的形式的方法啊，贯彻不去。我们老师啊，他前讲说有以前比喻，他说以前呢、啊、有一位年纪很轻的啊，他的一只白骨关，说关到最后啊，白骨都很漂亮。那天我们在那个讲涅槃经的时候，他就讲到，他用白骨关到最后，那就是真正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些现象是假的。我们知道你要从那个白骨关，它是有的是要基础，要这像那个膨胀，把身体啊关真不净这样子，有九种不净观啊，这样子好入啊。所以这讲啊，这其实这个都是方法，就是依啊形色的方法啊。那不依于空，那就是禅经所讲的，像玄秀大师所讲教我们的住心观境啊，或是观空啊，观到最后呢，一个念头都不来了，就是像心清净的，那就像沃伦禅师修到最后的时候，你看沃伦禅师做那个句子，沃伦有伎俩，能断百思想，见入心不起，菩提日自长。那慧能大师就讲，你就自己参悟自己了。右所慧能大师都做个记者，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见悟心不起，心住起，菩提怎么长？心住起就是般若智慧啊。他悟了直相的时候啊，很重要，他是有般若智慧啊。你看他这样。慧能没伎俩，他不用压的，不是用压强压的，你强压的就自己残酷自己了，做法自负了。了解实相的时候，啊，慧能没伎俩，没有功夫，啊，不断摆思想，啊，就是不断摆思想，你知道说，你谁来定现，对不对？任何境界来，就谁来定现，他不会是死气沉沉的啦，他是活活泼泼的啦。因为了解实相了，悟了实相了，都假的嘛。那有体有用啊，不能只有说有体无用啊。所以说，佛法的差别跟外道差别是，一个是用压，一个是什么？了解实相，不需要用压。一个是梦醒，一个是在梦中，梦还没醒，把梦中境界当作真的，是这样的。佛法这样，梦醒了，了解实相了，境界是虚幻的。《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幻，了解确确实实是这样子，灌到最后，你看跟大乘教也是相应的，你自然就放下了嘛，就如同梦醒了、啊，他不会就住在梦中境界。所以《金刚经》告诉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实际上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对象让他住，因为他是空性的，是影像而已，他自然就放下来。这时候这个道理一定要了解实相，常常宣久了，我们八十田中的大圣的这个大圣的教理，能够真正的埋葬我们八十田中了，那自然而然他就放下了，知道这境界是虚幻的。所以说外面境界是真灭的，知道现象是假的，体现是真如体，所以体真子。知道是空性的，无蕴非空，六尘非有，那即生灭，成不生灭，其实生灭跟不生灭是一件事情的，一个是水，一个是波，全是即理，全体即是，啊，生灭跟不生灭是本质一家，都是真如显现出来的体跟用，相用而已，啊，那。到生灭不生灭为体，生灭为它的相跟用，像镜子的照，它是不生灭者，但是镜子显现出来的这个相是生灭者，所以说镜子所见的相变来变去，在镜子的照性永远都是不生不灭者。好，对，但这个镜子不会染，虽然照出来它不会染，它不会动心，所以
这个相怎么变化都不受影响，相怎么变化都无所谓。所以生命的心，既是你是生命的心，外道是生命的心，它就生命，生命就是生命，那就是断灭了。比如说你不生不灭，那就压住了，那就是变成断灭的心了。所以有人问禅师，那不生灭的心，那禅师就是生灭了，一样的。刚才讲的了解啊，原来都是一件生命，生灭就是不生灭。